平时我们算是每天几乎都有联系的。三号房间第一个问题，长头发还是短头发？哎，跟你跟我差不多，那就是长发呀。对呀，那就女生了。女生，女生，女生。好，第二个问题锁定了啊、哦。南方人还是北方人？跟你差不多。跟你差不多。哇，都跟我差不多。你是合肥人吗？跟你差不多。比较近啊。啊。那他这很诚实啊。第四个问题，你是看着我的节目成长的吗？很爱看，他不回答了，这个有点麻烦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确认他是女的吗？你跟我搭档过吗？哎，多次同台，天哪，多次同台。那我觉得有两个人可能，就多次跟我同台，是我当年演小品的两个搭档，一个是阿静，刘刚，刘刚。似乎留过长发，阿静也留过，因为我生孩子的时候头发也很短，所以我觉得如果多次同台，他不直接说搭档过，多次同台，这两个人的可能性很大。谁？你选一个吧，阿静还是刘刚？我觉得是阿静。阿静，阿静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，到底三号房间中是谁呢？五、四、三，谁呀？二、一。请帮我打开三号房间。你看谁来了？答错了！感恩一下彭丽媛，肯定是他误导我了。你想到是他了吗？我没有，没想到。陈丽媛，青年歌唱演员，她与周群相识至今已有十余年，在她追求梦想的道路上，周群多次给予帮助，而今更是成为好姐妹。此次她带着青春记忆前来助阵，将会讲述哪些往事呢？